已经是这样了，金星眼是吗？幼儿从开始到现在十来分钟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王一博。转睛。幼儿你好，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吗？家里头所有的屏保、屋里的壁纸都是王一博，是不是？ 最近给他看了一些天天向上节目比较多，然后他就深深的印在脑子里。今天问了我一整天，王一博哥哥什么时候来？你看看，这就是自然吸引力啊，真的是。